在我们的观光车呢，已驶向我们的公园。那我们的公园呢，分为南区跟北区。那今天带领大家参观的是已经开发的北区。我们的单程路线是12.6公里，时间约为1.5小时。途中呢有4个景点，会停车让大家下车拍照的。นั่งรถก็กระชับกระชับมันดม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ค่อยดีแกจะมาตุนหวังต้องเตรียมตัวไว้那是由2001年12月份由国土资源部批准建立，2002年2月28日在北京授别，2003年8月29日正式开园接杯，2006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。它距市区呢有165公里，它地处不干区交界处，塔里木盆地外缘，罗布泊荒原东南部。它的海拔为810米至970米之间。那公园的东西长25公里，南北宽18公里，总面积达到400多平方公里，而它分布保护区的面积呢是1250多平方公里。那这里属于干旱沙漠性气候。平均降水量39毫米，而它蒸发量呢却高达2400毫米左右。那夏天7至8月份的地表温度呢可达到60至70摄氏度左右。那每年的2月至5月呢就是这里的增季，常年的主风向是东西风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车窗右边这个小的雅丹造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景点金石迎宾。那在这边呢，给大家5分钟时间下车拍照。那雅丹呢，绝对禁止攀爬和刻画，所以下车拍照呢，最远走在石碑这。